提起互联网和网上购物，人们并不陌生。利用互联网购物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是在网上花钱，并没有给自己创造新的价值。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交互式网购。它是一种新型网上购物的商业模式，能把网上消费转化为网上投资。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把握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梦想和未来。杰斯是与时代同行，它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技术加上互联网。杰斯新商业模式是 Y 波二点零的交互式网购。杰斯公司只做两个推广：第一，推广互联网的应用；第二，推广细胞管理系统。 这是杰斯全球网站，我们点击中国香港就来到了中文网站。这是一家网上加盟、网上连锁、网上专卖的全球一体化的公司。杰斯的重大研究成果是成人干细胞技术，让你在远离现代癌症、肿瘤、辐射等重大威胁的同时，还可以让你年轻十五到二十五岁。 杰斯环球集团公司于2千零九年九月九号在美国成立，透过互联网产品延伸到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年时间，在全球建立了十二家分公司。公司拥有自己的科研机构、顶尖的国际科研博士团队，所有产品自主研发，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领域技术，在全球运用效果非常显著，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温家宝总理提出，力争让中国在干细胞研究和发展取得领先地位。杰斯即将引领全球医疗技术的革命，打破传统医学观念，开创世界生命健康课题的新时代。 这是全球顶尖科研博士团队，这位是威廉博士。威廉博士超过四十年的医学及科研经验，拥有麻醉、重症护理和中医药学双学位。他精通各国语言，是公司的研发团队的首席顾问及发言人。 这位是全球知名的博士，叫纽曼。纽曼博士是专门供抗老化技术和干细胞技术领域的，在美国的洛杉矶国际影城比弗利山庄开设国际整形医疗中心，服务于好莱坞明星。这位是蒋帕帕博士，他是美国抗衰老协会的会长，他写过五本书，是专门供 DNA 技术的。他现在都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医学顾问。 这是杰斯平台的三款外用的产品，一个是复活青春精华露和修复霜，还有日霜。精华露可以让我们皮肤年轻二十岁的秘密，主要是精华露内含有二百四十八种干细胞生长因子，将启动细胞的再生机制，它几乎可以解决皮肤的所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组对比照片，从你看到的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都是我们杰斯的会员。这是用了十九天以后眼袋的消失。我们看到的这位男士，他用了半张脸，用了六周以后，我们明显看到他的右眼的眼角的皱纹明显消失。这是暗黄和痘痘，使用以后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我们来看这位男士，他用完以后，他的黑头和粉刺明显消失，并且他头上的这个伤疤呢也消失了。所以精华露不仅让我们年轻，还能修复伤疤、伤口、妊娠纹等等。这个皮肤我们一看就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红疹，但用完以后呢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她和她的老公都是我们的会员，他们是台湾的作词作曲家，因为用了产品非常好以后，我们公司的《杰斯之歌》就是他们作词作曲的。这一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用了九十天以后，三个月以后，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这是烧烫伤使用两个星期以后的效果，这是皮肤受伤以后伤口很快愈合，并且没有明显的疤痕。 这是皮肤没有用精华露和用了精华露六周以后在显微镜底下的对比。这是它的临床医学实验报告。这是保湿日霜，日霜是采用两千零三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水通道的原理，发现细胞膜是有通道的，所以我们看到细胞膜因吸水而胀大。这是使用前后立即保湿的效果。 连续使用十四天，保湿度提升百分之六百。一般呢，我们跟会员说，用上个四五天左右，就会觉得超级保湿了。这是修护霜，修护霜主要是它可以提高细胞的保水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两小时内可减少细纹与皱纹，提高肌肤的紧实度和弹性。 修护霜也是采用干细胞技术，内含二百四十八种生长因子，有效修护、促进细胞再生、延缓老化、去除肌肤的老化斑点、均匀肤色。这是佩泉精华，佩泉精华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白藜芦醇。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白藜芦醇，但是它的提炼技术非常难。那么全世界也只有五家公司有它的提炼技术，而杰斯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白藜芦醇经美国哈佛大学与国家老化研究所及英国帝国科学院研究证实，是本世纪最具有抗老化及抗氧化功效的成分，也是自抗生素物质长期研究以来医学界中最大的突破。我们来看白藜芦醇的神奇功效：活化基因、延缓衰老、恢复生理机能、增长寿命、抗动脉硬化、冠心病。 缺血性心脏病、抗高血脂症、预防高血压、抗凝血症、防止血管堵塞、帮助血液循环，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增强免疫系统功能、预防骨质疏松、促进新骨的形成，具有抗发炎、解毒排毒、有效减重瘦身、促进新陈代谢。 舒缓更年期障碍，改善男性射护性问题，抗过敏、气喘、安定神经、安眠、抗忧郁等等。特别是具有抗癌、抑制肿瘤扩散的作用。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它可以有效控制血糖浓度，平衡胰岛素的分泌。 那么很多人会问，白藜芦醇为什么这么神奇啊？主要它就是修护细胞，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和不健康都是细胞受损造成的。今天呢，它把我们的细胞修复好了，那我们的系统就健康了，那人也就非常舒服了。白藜芦醇可以让你延长寿命十五到二十岁。我们公司的每一包含有白藜芦醇，相当于一百八十六瓶红酒里面含的白藜芦醇的量。 它的消炎功能是阿司匹林的六十倍，抗自由基是葡萄籽的四十倍，抗氧化能力比维他命 C 高八百倍，增加抗癌治疗效果四十倍，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这个照片呢是台湾的一个患者，他是帕金森，他以前生活不能自理，但喝了白藜芦醇一个月以后，他就可以端水喝了，而且我们公司现在有他的视频，他已经可以小跑了。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艺人，他喝了白藜芦醇以后，白发变黑发，所以白藜芦醇对抑制白发的生长、对脱发都有很好的效果。这是糖尿病的晚期患者手脚溃疡，喝了白藜芦醇七天以后，伤口结痂。这是 DNA 早晚修护系列 AMPM。 a.m. 早上吃两颗，给到我们活力；p.m. 晚上吃两颗，让我们睡得很香。那么，DNA 早晚修护系列主要是通过保护人体染色体的端粒，激活端粒酶，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复制，使年轻和衰老细胞维持动态的平衡。那什么是端粒呢？ 端粒和端粒酶是掌握细胞分裂和衰老的上帝，破解生老病死的密码，获悉了慢性疾病产生发展的根源，让人类看到长生不老的曙光。端粒和端粒酶技术，零九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理学奖，现在被科学家们称为“生命的时钟”。 这款产品叫百佩乐，英文名字叫 Perpapson。In, 这款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清除体内的重金属、抗辐射，还有就是抗癌。那这款产品呢，每两百五十公斤的苹果才能生产出一公斤的 Perpapson。二零一二年，亚洲及大中华市场将全面爆发，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一流的公司，一流的产品，那我们怎么购买呢？ 我前面说了，它是网上购物的平台，它也有两种购物方式。第一种是在你朋友的网店里面以零售价来购物，点击购物车，你就可以自选产品了。 第二种方式是开通自己的网店，以优惠价购物。点击马上加入，输入你的个人资料，支付网站使用费二十九点九五美金，公司就会给你开通一个全球网店。开通了全球网店以后，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网店里面以优惠价来购物。这里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网店都是国际互联网二级独立域名的网站。 网上专卖就是输入你全球网店的网址：三 w 点你的网名点杰斯 g l o b 点 com，点击购物车，全球任何人进入你的网店购物，你就可以获得零售利润。网上连锁就是输入你全球网店的网址：三 w 点你的网名点杰斯 g l o b 点 com。 点击马上加入，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在你的网店注册开通他们的网店，他们的网店就成为你的网上连锁店。 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是全球一体化的，所以为了统一全球不同的货币，它有一个换算单位叫 CV。那么公司对每个网店的购物额没有任何的要求，我们所有的购物都可以直接在网店内支付。那么全球的 Visa 和 Master 都在给它做二十四小时在线多币种瞬间联动交易。那么当你在网店支付成功以后，产品由物流公司送货上门，收益支付。 当我们收到货的时候，里面会有一张国际现金卡，拿着这张卡在全世界可以提取当地货币。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就提美元，在法国就取欧元，在我们中国就取人民币。这么优秀的公司，我们怎么跟他加盟合作呢？它有两种收益，一种是一次性的收入，一种是持续性的收入。第一个消费奖。 比如说，我们要购买一支精华露，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它的价格是一百四十点九五美金；会员的话是八十九点九五美金，中间会有一个差价。如果我们的非会员到我们会员的网店里面去购买的话，这个差价就会自动打到我们会员的电子钱包里面。第二，推广奖励。 如果我们推荐一个超值商务套餐，公司会给到你一千积分，还有五百美元（约合三千二百人民币）的推广奖励。第三，积分奖励，当你成为我们的会员以后，公司会给到你两个市场。当你的两个市场积分累计达到九百 c 位的时候，公司会自动秒结三十五美金，秒钟结算，日结日清，按周发放。第四，管理奖。 如果我们直推八个网店，那么你就会获得八个网店的积分业绩的百分之二十。如果推荐十二个网店，你不但可以享受第一级的百分之二十，还可以享受第二级的百分之十五。如果我们帮助直推的十二个网店成为合格网店，我们就可以享受第三级的百分之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为蓝宝石高级经销商。 当你的后面培养出两个蓝宝石高级经销商的时候，碰局达到两百局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红宝石总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拿到第四级的百分之五。当你的后面培养出四个蓝宝石，碰局达到五百局的时候，你就会成为绿宝石总裁，就可以拿到第五级的百分之五。当你的后面培养出六个蓝宝石，碰局达到一千局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钻石总裁。这个时候可以拿到第六级。 当你的后面培养出两个钻石碰局达到一千五百局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双钻石总裁。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到第七级百分之五。当你成为钻石和双钻石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全球总业绩的百分之三的分红，每个季度发一次。这个是杰斯的官方网站：三 w 点杰斯 global 点 com。 杰斯不但给到我们美丽、健康和爱心，同时他还给到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机会。二十一世纪，网上购物必将成为消费的主体，健康生活必将成为人们的追求。消费与健康汇聚成时代的潮流，把消费转化为投资，既投资了健康，又投资了趋势。 在互联网产业方兴未艾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了世界财富重新分配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只要尝试、感受、分享杰斯，就能参与并抓住时代机遇，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大的价值。我相信，杰斯一定会成为您新生活的开始。